啊！别叫我妈！我不是你妈！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？本事大的你，什么你都自己做主，这么大个事儿啊，你也自己做主，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，都到什么日子口了，天都出了大窟窿了，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？啊，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，这到现在了，更长本事了你，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？这要不是大磊跑着把我接来，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蒙在鼓里呀！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？啊！别怪我，您在住院，大姐也出事儿了，我不想烦你们。这么大个事儿啊！拆线了没有啊？怎么样啊？手术做的顺利？顺利。医生说非常成功，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儿了。这可不是小病啊，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！我知道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？妈。以后我来照顾婉清。大磊呀，哎，正好，你把话说在这儿了。其实今天你接我来，我知道为了什么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你也知道，最开始，婉清跟你在一起，我不同意。可是不行啊，看上你了，帅漂亮，那我只好顺着他了。可最后怎么样啊？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，两天一大闹啊，还是过日子吗？现在你也看见了，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，其他的都先不提，行吗？